现在替代疫难多在多个台南市安平区公所，为着要展现七位替代疫难这半年来所努力的成果，在安平旅游咨询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，为不同地区来到安平服务替代疫难，是利用家己的专长将社区改造成不同的样貌。五花十色的多位展示伫咧安平旅游咨询中心，这是安平区公所替代疫到社区带领时代共同完成的作品，因此安平区公所特别举办成果发表会。从这半年来替代役为社区努力的成果展现出来。那我们总共有七位替代役，有四位长照的，三位社照的。那每一位替代役他们都有他们的专长背景，然后在长照的部分呢，他们就会带着我们的长者一起到走到我们的社区，然后也带着我们社区的志工一起来参与我们的长照。这也落实了我们市长的政策，他希望说我们是一个幸福的城市的愿景，当然也落实了我们总统长照 2.0 的这一个政策的推动。那在这个部分之外呢，我们的社造替代役呢，我们就选定了他们，希望他们都有土木跟建筑的背景，那他们希望来改造我们的安平，那我们就选定了这里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旅资中心，那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空间的活化跟美化，让大家让游客来可以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这些为替代役运用家己的专长，为安平旅游咨询中心的现地空间重新打造，那是结合安平在地特色，也将文化历史的元素加入，让整个空间有一个新的样貌。一方面肯定他们的一个这个社造长照社造的成果，一方面感谢我们这个游客服务中心做得这么好，那也感谢我们义南朋友们大家的齐心协力，也感谢公所的营造苦心营造哈，那民政局。谢谢能够督导得宜，安平区公所也给我们这个机会，给我们这个空间，让我们去运用。所以，我们之后就诚如刚刚讲的，就是让老旧的骑楼变成新的样貌，包含我们考虑到了无障碍设施的坡道，怎么从马路衔接这样上来？那上来过程当中需要用怎样的方式去带入我们的安平文化、我们的模型、我们的墙面展示，让大家在这个交通。运输人来人往的地方上，可以有一个休息，又可以参观安平的一个好地方。那我们本身都不是安平的人，那来到这边的话呢，就是看到这边是旅游资讯中心。那前面的骑楼空地原本的话是其实蛮老旧，而且都是没有人来做整修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之后就想说，可以在这个空地的话做一些规划改善，就是让它焕然一新，变得更漂亮。这半年来，无论是替代伊行去社区陪时代，或者是讲发挥创意打造空间，这些成果拢是非常值得大家鼓励。嘛，唔忘伫因的努力之下，会当让来安平的旅客更加熟悉这块土地的历史文化。记者陈林佳义安平区采访报道。